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启告白之门，好吗？有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，问到你几个问题：如果妈妈一再的拒绝不来到这个舞台，不接受你的道歉，怎么办？但是我觉得我站在这舞台，我也挺有意义的，最起码我大胆了，就是。 忏悔了，而且我就是说出我对妈妈的爱了。我希望所有的年轻人，所有儿女，都陪伴爸爸妈妈，虽然就不要做那个到了是子欲孝而亲不在那种伤痛的那种遗憾。30多年前，父母给王英安排了好工作和好对象，然而叛逆的王英背着父母辞掉工作，并且自己找了个对象结婚。但事实证明，王英的选择是错误的。 如今已50岁的王英身患癌症后，才幡然醒悟。今天来到现场向70多岁的母亲忏悔，那么母亲会来到现场接受王英的忏悔吗？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按键。 您贵姓？姓杜。杜女士。这女儿不听话吧？已经。我起来不得。这操心我的心。就这个最不听话的，其实最让你操心。对，就是对她操心最多，流泪最多。现在我为她其他都有家，她孤独一人没个家。 我还是为他操心，打电话打不通，我都不放心。他说你们不喜欢他，说老师说他这样不好那样不好，说他爱打扮，你们是真的不爱他，才对他那样，还是真的认为他那样做不好？刚上班的时候，他是八二年接他爸的班，他铁路电报员，那种电报员是工作最好的了，说实话，风刮不着，雨淋不着，他就没跟我们说，也没跟他爸说。他在。 他就停，他就停，停停薪留职了。他爸退休工才65.5，当时工价也很困难，就叫他接班了。结果他那么好的工作，他不珍惜。你说当然想不通嘛，他爸也想不通，我也想不通噻。他的婚姻，他的工作，你都操了心。为他的婚姻，我哭了，这个我哭了一个月呀。我调查一个月，总觉得不太合适，是吧？咱们婚姻法规定，咱们是懂法的，对不对？婚姻法不能对三者干涉，就成全了他。结果两个结婚以后。 脾气好不来，经常打，经常闹，闹他要离婚，我还是不同意要离婚。说他偷的离婚了，我都不知道。你是不是心里原来曾经想过，他不听话，大不了我以后就不跟他往来。当妈的没有这个想法，要有那个想法我就不管他。当妈妈的做不到，再不孝顺孩子都做不到。当妈的就是手把手被弄死，都不孝顺孩子，他怎么再坏的孩子你还是想他好，你还是想看见他。没办法，实在是。 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不能不管，所以这次他得这个病痛得癌症。他怎么？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感受？当时他姐先知道嘛，不敢跟我说嘛，不敢跟我说，就是到医院以后准备做手术，他姐跟我说，我站在医院门口，我想到我还想有个妄想嘛，想到不会是癌症嘛哈，一直听到那个医生喊误闯网瘾直肠癌。 我吓得，我在那里哭，我总害怕，我害怕白妈就说：“哎呀妈的！”对不起，对不起。